好，来，请发问。喂喂喂，来，谁来？一婷一婷，你需要发问。他想要再问一下你们。我们会是在那个德金中，然后首度的在同台。哦，小心。好，可以吗？好。我们是在德金中，或者是首度在同台。啊、对。然后刚刚又看到铂金包，就是来到现场，我想起就是在送的时候那个当下。上周我们面交嘛。面交，面交。露露就很开心，那我也很感动，尤其他努力了这么久。但是我还是强调了，就各位看到只是一个包啦，但背后其实是十年的努力，还有我对他的祝福跟肯定。包是一个象征而已，但最重要还是给他一点点加持啊，那希望他能够不只是保值，将来还可以像包包一样增值，这是也是一个提醒，让他记住这一刻。包括电视台当时做节目制作单位。这么帮他走到这一刻，所以这个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还希望他不要拿去变卖。这最后一句才是重点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啦，这个不可能变卖的啦。对，那天就是我约面交，然后交哥就是很霸气的坐在那个一个什么很霸气，我很 lonely 好不好？没有，在会议室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桌上就是一个包包，然后就是他一个人坐在那，然后这样子等着我来拿。因为你迟到啊，很塞，我很紧张，就是然后想说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迎接他呢？就是果然就是打开的当下，就是包包在发光，交哥也在发光，对。真正发光的是他，对，所以就是因为我后来回来也想象说，哎呦，要用什么来回报交哥呢？好险交哥有说，因为其实这个包包后面的意义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更深远的。对，就是他不只是把台上的得奖发言的时间留给我，然后也给我一个就是这么有价值的一个包包，所以我觉得。就像我在脸书写，就是小燕姐传承给她的这个爱，然后跟鼓励，她也传承给我。我希望我可以带着这样的精神，然后不一样，小燕姐没有送过我，就是一个象征嘛，一个爱的传承。对啊，如果我有能力以后像焦哥一样厉害的时候，我希望我可以用这样子的心情去对待，就是后辈。嗯，我那天没有发光。把钱花光但是量力而为的啊，很多朋友也应该都知道，结果我们是一个二手包来做礼物啊，也谢谢露露的包涵啊，但早一点把它了结掉，但其实很漂亮啊，对啊，漂亮啊，二手包有它的另外一个故事性，也谢谢露露的体谅，我们帮赶快把这个事情了一了，不要拖太久。不然他一直被问。对。那么那小猫觉得焦哥是就是给一个鼓励，就是没有以为我是随便讲。对对，讲过。我敢那样子发誓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得奖率不高。我结果没收到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天不从交怨。对呀、啊，可恶啊！不是可恶，谢谢平生老师。谢谢平生。成全一个包包的故事。没错没错，太感谢了。那你当下应该觉得我是开玩笑的吗？就在红地毯那个时候。没有，我内心觉得你应该是开玩笑。可是我想说，这么多台摄影机在拍，你也是骑虎难下。对，我是我还有一个原因想说，礼拜五的金钟奖应该没有人看吧？没有，没想到大家哇！这个影片就是永流传的、啊。马上像我有些朋友，比如说像当今芳芳姐，那因为她也是算是包包的爱好者。哇，他没有来恭喜我得奖，他就问我说：“那包包怎么办？包包现在怎么处理？”我说：“阿纪啊，你先恭喜我得奖，怎么关注的焦点全部是我要送包包的这样子。”也谢谢这些好朋友们啊，都来帮我处理这个包包的事情，来帮你解决问题。对，大家都来帮我。我本来也要找新梅姐，后来还没有找到新梅姐，事情就解决了。真的啊，所以真的很幸运啊，就是缘分。而且昨天有个网友写的最好。后来不小心送的是蓝色的嘛？哦，对对对 对, 对，蓝色的英文怎么拼呢、啊？对 ，BLUE， 竟然有 Lulu 的 Lu 在。真的，我有真的很会掰、啊。而且那个 B 就代表 Birkin。哦耶 ，Lulu。哦耶。对，那 E 还没想到。E， 还没想到好吧，这么烂的得主，真的只能把金钟奖还回去。好啦 ，E 靠。烂死了，烂透了， okay, 烂透了。那拿到包比较开心，还是得到金钟？都很开心啊，最开心的是今天可以来到美玉艺术室。哦，对对，我都忘记了。对对对，来到这边，因为可以艺术了，因为这个，因为你看 Birkin 你要花钱买嘛，可是艺术这些东西你不用花钱哦，你又来看的眼睛就可以收获到很多艺术的涵养了。
对对对，很棒，绕回了主题，蛮被掰的。老板在看，老板在看，但这边真的很棒，露露很真的很推荐。他今天还有一个行程，他要去婚礼歌手制作单位宴请大家。因为真的是，因为其实我们得奖最重要还是谢谢制作单位，真的对制作单位婚礼歌手，他待会就要去请客。永中娱乐对，东森电视台。在讲感言的时候太紧张，忘记谢谢他们。对啊，我广告的时候我懊悔到不行，想说天哪，我真的是可以去死一死了，真的丢脸到不行，很蠢哎。然后我就想完蛋了，完蛋了。然后我一广告的时候跟人家说，嘉哥怎么办？完蛋了，我没有感情到婚礼歌手。还好我们还留下来颁奖，还可以再谢一下。对，那但是等一下就是要去那你觉得你这个比较尴尬，还是那个长成熟女养成记比较尴尬？就两天后有一个尴尬。对对，因为我是没有感谢到，然后他是感谢错。讲错句，你们两个同门的师姐妹干什么呢？真的是。我想说他那个已经是覆水难收了。啊，我就是我这个也很严重，但是我要回去就是宴请一下大家，然后跟大家 say sorry。对对对。那最近行程满档嘛，那就是也有代言啊什么的。那尾牙是不是两人有什么规划吗？尾牙活动啊？其实尾牙如果我看到我的 run down 上是跟焦哥一起，我就哇太好了，我就半个人去就好了。好过分。对。然后如果自己的就是会比较辛苦，有啦有啦，现在都有陆陆续续经纪人在安排啦，因为疫情也不算是完全的安全，还是有一些顾虑。我反而比较在意的是明年会不会有婚礼歌手赛吧？因为你正想问，那我不讲了。因为老实说本来是蛮忐忑的啊，这个但是得奖之后可能有一点转机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金钟奖。可以要让一个好的节目延续生命，这个很棒。那因为这样得奖，如果真的会有第三季产生的话，有些新的一些内容嘛，就是比起之前的，会不会一些新的桥段啊之类的？有，其实制作人已经开始在思考说，如果要做到第三季，怎么样让它更进化？好，那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重点还是歌手跟结婚的新闻，对，然后其实我反而比较怕的是发通告啦，因为我们这两季发的非常的辛苦，因为我们两个都下海在发通告，很对，所以这个拜托了，就希望这些艺人，什么姓周的啦，姓徐的啦，姓田的啦，大家多帮忙一下，就是真的我们很难发通告，因为那个录影要录一整天，然后。还要在那边躲躲藏藏，还有一些隐藏的任务。其实这是我们最为难的事情。所以前26集有来的歌手，我们真的是真心感谢你们。我们要下跪。对对对对对。真的谢谢。真的是谢谢。是他们成就了我们上台得奖。没错没错。真的谢谢你们。OK， 还有一个新闻是，两位有关系。离太远。离太远。哦，哇，那个看得很难过。就是当然还是希望。我们都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健康康嘛，因为这也是一个大家本来是开心出游，对，是非常难过。那两位因为过去有很多主持的经验，那也会看到就是可能底下观众也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时间在，比如进广告，都在整理秩序，就是不希望有遗憾发生。那尤其离太远，它的巷子比较窄。人一多，后面一推，楼梯这样一摔，真的很危险。真的是大家要彼此提醒。接下来有很多的庆祝活动，跨年啊、耶诞，大家各位都要平平安安的去参加活动。那也愿逝者安息。好，谢谢， okay, 谢谢大家。在看了一轮，对于阿丽娜秀的作品非常的喜欢。不敢过来，周边。你刚刚晃到6万。不止哦，加一个零对不对？露露你的右边。好，请照顾一下每一台相机。好，谢谢大家赶过来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就像刚刚提到的啊，这个阿卡舒的展览除了在美玉艺术文理之外，接下来还会到咖啡馆，都是免费参观。谢谢我们这些老板们啊，谢谢这个咖啡大师把艺术带进生活，也把这个世界超人气的艺术家带到台北来。那个目前呢，收藏的状况是非常好的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来哪边需要他的？谢谢。好，左边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。